现在来开这个便当。是烤鸭腿，烤鸭腿饭。哦，然后它这个饭是120，然后因为我个人喜欢不要剁那个鸭腿，整只啃比较爽。好，那这是他们的饭，这个120块。我们现在看他们家的便当，然后这是烧鸭腿，烧鸭腿是120，然后有一根鸭腿啊，我要求店家不要切，这样等一下整只吃起来比较爽。然后鸭腿，这间店的鸭腿算蛮容易买到的，然后配菜可以选3种，高丽菜、菜豆，还有胡啊。那现场是5、6、6、7种可以选的，然后他们都会帮你加这个葱油酱哈，啊蒜头辣椒。好，那这是他们家的便当。好，我们现在吃他们家的便当。然后刚刚出了一点意外，就是我没有录，我录影键没有录到，所以刚刚我吃的东西全部没有录下来。好吧，那就重来。只是说大家看到的东西会比较残缺一点。好，来。首先看他们家的菜哈，他们是6种菜、7种菜可以选3样，然后今天选的那个高丽菜，高丽菜，嗯，那口感这样脆哈，因为他们家那个菜都是少量。一点一点，然后慢慢炒出来啊，就是用完再炒。嗯、然后再来是菜豆，菜豆。哦，还有我刚刚没有把菜吃完，不然现在就开天窗了。那菜豆就是很简单的那个炒蒜头的。我再来是卜啊。胡啊就是胡啊就是这比较难夹了，胡啊就是会炒那个虾皮，表现看不好夹，这个，好，那我们来配菜，基本上就是口味就是算清爽，然后再来是看他家鸭腿啊。嗯，我自己吃鸭腿是不喜欢剁啊，因为那个鸡腿鸭腿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剁完那个碎骨头，不小心就会吃到碎骨头，很讨厌。然后因为刚刚没有录到，所以刚刚有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，就大家都看不到了，就是我刚咬开这个鸭腿的时候，它还在底汁，哎，哦，那可见这鸭腿多嫩。对啊，再咬另外一边看会不会底汁。没办法，应该是啊，很嫩。那吃鸭肉最怕就是吃到那个嫩味啊。那他们家的那个是用樱桃鸭，那家是用樱桃鸭做的，所以他们家的那个鸭，鸭子大了，然后肥，还比较没有，也没有一点点那个腥味，很好吃。然后他们家的饭，就这种粒粒分明的白饭。那结账的时候，他们会问你说要不要淋那个卤汁啊，加那个加这个葱蒜酱啊。好，那我建议大家都要加，嗯，很好吃的。OK， 那这样一个便当是120。以我的食量来说，可以饱，嗯，
那这一家那个鸭腿啊，是我蛮容易买到的、啊，因为很多店的鸭腿，就是说一开店就被秒杀，然后这家还好，我几乎每次去的时候还买得到。哦，好、啊，今天便当就先介绍到这边了、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按开启小铃铛。然后便当资讯每次情报不漏接哈、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介绍到这边。那喜欢的话，记得帮忙按赞哦。OK， 那先这样，拜拜。